打把贱名啊。打把建模。哎呀，他们说现在可以说了吗？现在啊，现在就打游戏了。不要干扰我，别干扰我啊。来把这鳄鱼，还有一分钟开奖，还有一分钟开奖啊，一个666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二级我就不学艺了，不杀他，我们去野区找艾特，这剑魔这么多血打不死。这波两管怒，去野区找一下艾特。哎呀，闪现 W 接点炎 A 接坑，把蓝打了，艾克已经崩了。谢谢喜茶的666。一上来 Q 一下 A 一走平 A W 留住再 A 吃药平 A 平 A 平 A Q 一下回点血升级，一上来 Q 一下，一回来给我踢他，一上来 W 扭住接个 Q 一走，好了我们撤。来一个铁刺鞭，这把我们马上即将要无敌了。为啥斗地虎会这么菜呢？觉得你好像卡牌类的游戏玩的都不行。我只是不想玩而已，要不然我去澳门杀一圈，我得让他们裤衩都得输你插个眼。A Q A 接红怒 W 铁字边一下平 A 平 A 平 A 一下平 A A 接红怒 Q 澳门没有斗地主是吧？怎么没有？净扯犊子！那个赌神，赌神三呢、啊？还是什么什么？反正那个周润发不是那个拍的有个电影吗？拍了一个那个《澳门风云》啊！别以为我不知道，玩的斗地主他们一开始刚开场就有斗地主。那不写着澳门风云的吗？有点晚了，吃波塔皮吧。这建模怎么没了呢？刚被我打死了。哎呀，哪来的艾克？谢谢你的小蛤蟆。
你怎么的？再见。无敌了。鳄鱼的英雄吧，这滚雪球差三200块钱，差150。 A 我是不是走了，正正好好150。啥玩意儿？谁说的？猴哥可以折现吗？正在种的果粒成大事不？发支付宝姓名就行。折不折现的？100块钱，你说了算。老板那个买单。他们没有名牌的那个，他们没有可能没有名牌的选项，他没有我胆子大。打个红 buff， 银马一看就不要红，是不是银马？谢谢银马啊！打个针眼儿，抽一下 W 度可血战斧平 A 平 A 平 A 亮牌，他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看到吗？剑魔已经有点不省人事了。这鳄鱼的英雄啊，确实是滚雪球特别的猛。太猛了，这滚雪球！我把他上半段野区全给他清了啊！我们现在就承包上路跟上半段野区，全部被我承包。啊，无论是蛤蟆还是蓝 buff， 好像少了一层塔皮。有点难受。谢谢我的玉版美裙的办卡，抽一下。这怎么回事？这中路好像怎么回事？这中路啊！耶哈！越化化化！哎。干啥来了？呀哈呀！我猛不猛？嗯。别急啊，咱们先杀这 ADC，AW 一过来，杀牛。可铁战斧。艾克想打野，发现自己家野区啥也没有，他就想去打河蟹。突然之间，我把河蟹一打，他游戏结束。你刚刚怎么配音？真的哇哇哇哇！熊怎么叫的？我们怎么叫的？随便喊吧，耶耶耶！嗯，你没听到鳄鱼说话吗？谢谢果粒成大事的飞晶。谢谢果粒成大事的飞晶。
我们再去把蛤蟆收了。蛤蟆收完，我们收三棱。三棱收完，我们收上路。算了，我们收中路吧。收完中路，我们收上路。我们收 F 六，我们收上路。啊，我们收上路，打皮没掉呢。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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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银马偷东西了，银马。这样我很难办呢。银马偷啥了呀？银马偷了我一血草。他跟我一伙的，他也把我草偷了呀。红怒抠，哎呀，撞了！很明显，艾克是有点狂的啊，牛头来了，几个人啊？这牛头旁边有没有 ADC 呀、啊？哎，有个杰，这杰。也打不过我呀，蛤蟆呢？没人打呀，没人打我打。你还敢瞪我，我不出来咬你啊，兄弟。行。这墙绝对是有点毛病，我发现。哎呦我小杰，这有点疼啊，这小杰，哇，这小杰打人这么疼，哇，他杀了五个人呢，天哪，这我没有想到啊，这小杰有点厉害啊，看看啊，两处出门了，铁板鞋不用，这把出水银还，因为我们没有魔抗，多出点魔抗，打个红的，出个死亡之舞，闪现躲 Q E 反杀两个，我不知道他打我这么疼，你没听我跟你说吗？他打人这么疼，我寻思他不能打我太疼，那杰也没啥虚区，就全技能收了也没啥，我们都没乐意躲，因为我去中路，我看那杰好像不太厉害，没想到这小杰突然之间一波发育啊，给我整懵了。
我这是没管你们了，这是有啊，我这是不管你们了，我发现啊，开始狂妄了啊，开始狂妄了，牛头是吧，牛头，你给我晕牛头，红路口行给牛头是吧，我说你们几个咋的呀，啊，要杀我 ADC 要杀人，哎我小杰建模，建模还，我看看还有谁，谁还敢狂妄，小杰连大都没有居然想杀我，哎呦我漂亮，这牛头是够呛了，还把我往回顶，能打死我，你来点虚区啊，这你干嘛去了，上当了是吧，回家了，我们赶紧出个血手，让这小杰没有办法瞄我们，然后出个反甲，护甲高一点，这劫要不打人有点疼，出个反甲，最后来一个黑切就行了，我看谁敢狂妄，哎呀艾克打我有点疼，避免艾克的伤害啊，我们避免吃到艾克的伤害，是给我冲，哎呦我天哪，我的天哪，嗨好像不行啊，好像不行，小杰又把我杀了一波，把拿了我700块，好像不行啊，不行，我这一手咳血战斧，我还不直接起飞喽，看来不行，在塔下与对面狂妄还是不太行，下路带吧，带波线去下路，不能冲塔了啊，得给防御塔点面子，中路发生什么事了，给我上，兄弟们这波只要对面能出来跟我们打那么就可以打，知道吗，可以打，跟我上来，耶耶哈，先杀小杰再杀 ADC， 打死了，耶哈，双叶 A 红路 Q变小了，双钻 E 打反溜，可血战斧闪现 A Q， 他们全都跑，你是怎么办呢？小龙吧，一整就全跑了，
我不的，我得去杀一杀这艾克，把这技能给他打了。我杀艾克，晕！给我追！这怎么死的？一上来 W 可血战斧一过来 Q 一下把杰杀了。行呗。一上来扣一下科学战斧打法牛一回来平的杀我好顶牛给我杀他一点点夸抓扣啊谢谢回家，哎，把他红打了啊！不要让他们有红 buff。回家出装备去。建议出一个石像鬼不用最后来一把小黑切游戏就结束了没有捡西地或者来个蓝盾也行算了来点虚区吧没有捡西地的我们再来个钢铁合计给个舞台我来个一 v 五给个舞台我需要一个舞台你们大龙啊对面打大龙我没想到啊我没想到沙米拉怎么回事沙米拉被杀了打劫可以劫死了越哈跑个屁杀剑魔鳄鱼我这鳄鱼牛头给我晕牛头哎可血战斧接扣往他前面走顶我牛杀 ADC 我来了打大龙吧有啊再转啊再转啊上面的有一个不转但没啥问题啊有他就散热的嘛先给我线儿讲声有点大风扇坏了这怎么回事这是你们都得死现在大龙不是 BOSS 我才是 BOSS 打龙给我打龙来你别着急啊进来打龙他们只要谁敢来我们就团灭他们来一个反甲一定要逼团逼什么团逼团我中推
不用害怕，东推。我们现在无所畏惧，防御他，只是摆设。只是摆设。杀 ADC， 小杰，小杰，妄想跟我打小杰。掉血吗，小杰？鳄鱼现在真猛，这鳄鱼要被削了。